那它有轻重缓急，那尽可能每一个面向都做好哈。好，那城市外交我们会继续努力，会因为究竟是一个行销台中，对，或者是争取彼此的资源，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之所以能够去交流，就是因为透过不断的城市交流大家谈定的哈。那另外比如说有很多的艺文团队能够出访，也是这样的一个谈定的哈。那也因此呢，我们会努力继续做好这个城市外交。那过去因为我执政的前三年，我今年是第五年半嘛哈，那前面三年刚好就碰到疫情，对，疫情是全世界都不能转动，对，大家都禁止，那所以那尤其我们又专心在防疫上，那所以现在就挤在就说这两年，那我们未来会继续再加强，好，谢谢议员的支持，好，谢谢市长要加油。再来呢，我也想要问一下我们新闻局局长，我们的中流呢，台北的北流，高雄的高流，所以呢，对我们的中流也是寄予厚望，我想呢，这个前身中台湾电影中心哈规划错误，所以现在新闻局努力之下也即将完成议约。局长，你有没有信心可以在市长任内启用，努力达成？我们尽说可以，可以，谢谢。